在福州有这么一道菜，不管是红事白事，只要是大事，宴席上都能吃到它，被视为一道大菜，乐众为之称的。普通的猪肉纤维就谈不成大一张了，锤的手都废了，宴席还不错的薄且韧性，不锤大，半碱水和糯米糊充分的融合。你们看，接下来就是干，这也是有技巧的，力度要精准。一份感情，这居然是用肉做的，内馅的配方我大概。